摩托，或者进驻可乐摩的老板，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讲的是 Sputtering Quest D Plus 啊，它是双倍高清，有六层铁质 ，UV99IR99。我们目前有五个透光度，70%、50%、35%、20%，还有0.5%的。而且呢，我们也得到了这个 Slim License。这个系列呢是 for 这个 Sputtering 的 HD Plus 的 MS9050 这个 license 啊，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有做的优惠啦，我们现在有买有扣还有送，如果你有兴趣赶快点击下方链接，赶快联系我。